诸葛仁哦，真是你，我就觉得有点像。哎呀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，嗯、哦，太巧了。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我就说刚才有点像你。哦，他是方磊，他是潘涛。哦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兄弟。你去干嘛呀？我给人送个东西啊，给人送个包。闪送啊？不是，我刚坐地铁捡到个包，我给人送过去。我给他打电话了，然后他说他没时间，而且不远，我就给他送过去。你不就闪送吗？确实有点像。不是，他就是很善良的。那你们先走吧，先走吧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我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喂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我到你那个地方了，那保安不让我进。啊，这样吗？那你等一下我，我现在马上出来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在门口啊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Hello， 是你吗？啊，哦，你的包是吧？给你。是我的。哎，那个，你怎么过来的呀？我骑车过来的。哇，小伙子，辛苦辛苦。没事没事，你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丢东西。啊，那也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哎，那个，你怎么会有电话呢？哦，那包里有张你名片，我就打电话过去了。哦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翻了一下你包。哦，没事，那个，要不我给你转点吧？啊？嗯。啊，不用，真不用，你没丢东西就行，举手知道，不用，真不用。都不好意思。真不用。什么？没电了吧？对，他这个没电了，报警提示。要不你推里面去充点电吧。那里面有这个充电器吗？有的，走，你跟我去。真有吗？真有。那我就充下电。行，走。好，那我推进去啊。正好我也有一辆电动车。哎，这是充上了吧？充上了，让它充个20分钟就好了。那让它充一会儿呗。啊、走，进屋坐。我就不进去了。没事儿，就我一个人在加班。进屋暖和暖和呗，走。啊，这你们公司啊？对。啊。哎，你吃泡面吗？哦，我不吃了，我晚上吃过了。没事儿，正好我有个，我给你也泡一个呗。啊，那麻烦了啊。嗯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现在没有，那以前有，那算前女友吧。今天路上还碰到了。那不是尴尬死了？对，巨尴尬，今天超级尴尬，她旁边还跟着一个男的。感觉很优秀的样子，我觉得你也很优秀呀。啊，没有吧，没有。真的，因为拾金不昧的人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善良的人。谢谢。吃饱能吃的能吃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听到有人进来了，好像是我老板。啊？我老板他不准就是其他人来我们公司。就是要不我们等一下再吃吧。不，糟糕，要不等一下再吃。咋了？我老板好像来了。啊，这怎么办？他不允许别人来我们公司的。先等一下。哦，行。哎，你们给我泡面啊。哇，现在出去还来不及了呀。是的。哎，咱俩算是考虑怎么样？哦，遇到熟人了。咱俩熟人了，让我也看看。那行吧，那所以你们觉得你们合适为止，是吧？我觉得咱俩真不合适。你咋了？那我就守住我的学校。真比成大法。我问你啊，你恶不恶心？你俩干啥？咋？你怎么在这呢？你不是去上海了吗？嗯。
你说呢？跟你一样。你不找我，我不找你，都不主动。像陌生人，但这关系又不普通。你有人陪，我有人陪，都不寂寞。